这个人很恐怖，笑里藏段子手，笑点跟我们不太一样，面上是温文儒雅，他内心有着巨大的能量。开始觉得你好像不是说好话，后来发现说得很好，说得很好吧。旁边还有一位黑脸杀手，刚刚他所有用的招式都非常恐怖啊，走颜值风，是美色啊，就是坐在那边帅帅的。你好，你好，学员就慢慢的往他那边走，不晓得怎么搞的。这两个人不可小觑，可能是我们的后患。很多学员也会很倾向于哈林哥，懂了吧？嗯，而且他这些年来这个形象啊，非常的，为什么讲到这边会犹豫一下？不是，这我觉得他的越来越，其实他是越来越儒雅了，有一些书生意气了啊啊！这个段子将会是我最大的对手呀。地位越高的人，比方说像我身边这位、这两位，这所谓前辈导师们哈，还是很照顾我们这两位新来的，包括听风哈，我们感受到了，还是很友好的。只是表面上的友好，因为谁都知道冠军只有一个。希望今年冠军在我的队上。你觉得这个有可能吗，导演？啊，这个请杰伦回答。这不可能，怎么？我这等冠军等了三年，他每年都想拿冠军的。那我事情好像又有一点不妙啊，急转直下，对吧？非常的这个不吉祥的感觉。